当大家看到最兴奋的时候，其实是不应该打断各位看表演的时间。但是我要跟大家特别利用今晚来报告的是，我们南屿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是倒数第三天。那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到各区去演出了24场的演出，每一场都获得非常多市民大家的支持跟肯定，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南屿国际民俗艺术节除了要有大家的支持之外，其实市府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每届都需要仰赖一些热心的企业来给我们赞助。所以今晚我们特别感谢大雅集团沈董事长特别给予我们国际民俗艺术节大力的支持，所以我们把今晚定为大雅之夜。那今天沈董事长百忙当中也特别从台北来给我们支持，我们是不是也邀请沈董事长上台，让我们台南市民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沈董事长，好不好？我们谢谢董事长。那么在董事长上台的时候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哦，他们基金会的凤凰论坛以及绿集合甄选呢，明天在成大举行。那我也请沈董事长特别来跟我们分享几句，谢谢。感谢九九，我虽然是对台湾落来吼，但是我是台南人啦吼。那么自细汉伫台南市大汉，现主席公司总公司是伫关庙这个所在。那么感谢来九九，台南现主席是台南市吼，咱新阿姑家的市民大家晚安吼。那么今仔真幸运，大家伫较好的天气之下，较炎的月光之下咧，给咱来欣赏。来对吼世界各国、世界三个所在这个艺术的表演的团体吼演出，那么我实在是足钦佩吼，咱台南县较早的县长，咱台南市原主席的市长，咱台南市文化局来帮咱的市民呢举办这个这种款的艺术，而且民俗的艺术节了吼，让咱市民的生活会当更加丰富。我尤其我头一个听讲，咱已经是第二十年啊。二十年来呢，我嘛知影讲，即个开始对阮业局长的即个认准，哦，即个古早是台南县的文化局长，那么接手来甲咱现主席台南市的业局长的手里，将即个国际即个民俗的即个艺术奖呢、艺术展呢，来办了这么好，我是用啊钦佩，啊，感觉咱市民真有福气啦，吼。那么咱公司呢，大家呢也真荣幸呢，有机会呢来参与，再来赞助这种款呢，互市民的生活更加丰富的活动。那么希望今仔下暗呢，大家拢会当真愉快，有一个真快乐的这个暗暝。感谢大家。哦，谢谢。大家新当首长吼，台南人就是挺台南人吼，再一次感谢。啊，我有一个感谢证，啊，特别来感谢咱新当首长吼。是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有请局长代表市府呢，特别致赠这个感谢状，感谢呢我们大雅电信电缆集团这60多年来呢，不仅深耕自己的本业，而且呢对于文化艺术的播种不遗余力。谢谢，我们有请局长还有董事长回座。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的大雅之夜，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会体会到我们市府以及所有民间企业的用心，所以接着下来，我们马上要把主场地交给今天晚上的表演团队，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接下来的